各位现场的观众，大家好。以下呢频道呢将要跟介绍呢是今晚的这对组合，是我们新加坡最美的一对组合。那姐姐长得漂亮，妹妹也长得漂亮哈。是的，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宝贝姐妹带来第一首歌曲《修吧》。那是叮叮当叮叮好像你把你把闺蜜的困情怕困情怕苏的汤会带你把戏会坏会坏你就尴尬不敢再那是叮叮当叮叮拍手的把你把闺蜜的困今天我们好像真的是正式回到歌台的感觉。对，我觉得今天呢，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满丽黑眼睛啊，真的太好了。这个昂包啊，像林姐说的，昂包比我今天经过我鼻流。对，闻一下都不大家再闻一下啊，那感觉真的真的。而且我跟你讲，今天呢啊，我家弟啦，今那里的那个很屌的秋歌哈，无讲哦，心情也好呢嘞，也够包你的平安。哎，对，那神明那边啊嘞，拜拜拜拜，五拜五宝币，给拜给好气啊，大家就要。一起拜拜哈！你拜了该丢万里啊，你知不？对啊，来线上的朋友大家好，那真的谢谢大家的这个评语好评，那也谢谢大家哦。还有人叫我们的 On Sister， 因为我的这位帅哥他也是姓 On 的，真的好，你好。OK， 那我们的线上的朋友真的很感恩哦。我跟你讲哦，其实刚本来没有这么紧张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每次觉得就我们当作在室内是在录影嘛，对。可是现在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台主说已经破万人了，真的。
好哇，安尼哦，哎，你今日我爱请教安那咧，唔通唱个一半，哎，拖煞背出来呢。可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啦，因为这证明我们的歌台在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定的地位。是的，对，非常感激感恩，感谢大家。